参赛选手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高培富同学。我本人呢，平常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环境保护的人，而且我认为在未来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支柱产业。那么这就是我的垃圾项目。说了说了，不对，我的网上垃圾回收项目。还是个大傻子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请评委打分。不是吧，这种垃圾项目也能打八分？什么玩意儿啊！谢谢评委，谢谢大家。大宇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没事儿啊，老大没问题。自信点，咱们的项目肯定没得分吧？对。等着，今天比赛开始。杜甫诗曰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也许这一个千年的梦想，真的可以在今天实现。以上就是我们虚拟办公室的项目。谢谢大家。下面请评委们打分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冠军吧？不好说，前面几个项目也挺有特点的。还是看好李鸿飞的项目。好紧张。觉得这高分富的项目比咱们的强，他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咱们的项目啊？对呀，是啊，这打七分给的也太少，是啊，不可能吧？对呀，这比高分富的项目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太低了，对呀，这得打七分啊。这个奖呢，我也是势在必得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。我的成功经验呢就不多说了，你们啊也采访采访他，毕竟啊失败者比成功者更需要鼓励嘛。哎，这位同学，请问你们这次团队失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技不如人，愿赌服输呗。那请问你对高培富同学获胜又是怎么看的呢？高培富的方案我也听了，写的确实不错，佩服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不解，想请教一下高培富先生，什么叫做回收日活度呢？回收日活度？回收日活度啊，不是你在方案里写的吗？请您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一看就不是他自己写的，他自己写都不记得，是吧？请问是你写的吗？哎，请您能说一下吗？李鹏月，我跟你没完。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？请您回答一下。老陈啊，我得佩服谢谢你了。哎呀，谢什么？只要能帮着他成长，这500万我出的心甘情愿。但愿他能有点长进，也不忘你我一番苦心啊。老高，我这次来北方市就想多待一段时间，一方面呢是想图个清静，另一方面就是想找点有意思的事情看看。你这条大鳄又盯上什么新目标了？该不会想把我们高视野一口吞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老高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中午还有个饭局，就不陪你了。行，你忙你的。改日我让裴父专程去谢谢你。好。陈老，看来这个高公子还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。他呀，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草包，他的那个项目千疮百孔的等待出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东拼西凑来的。那您还给他投了500万呢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你记住，我陈虎生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。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大学生的破比赛能有什么好项目？你又错了，这里边还真有一个好项目。什么项目啊？您带上就知道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吴总，您慢点啊。你好，吴总。我是虚拟办公室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周岩。欢迎您来参观虚拟办公室项目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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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要是要换一个女秘书该多好啊！女秘书，女秘书，快快快！女秘书，你好！哎呦呦！我说您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回头您自己慢慢在家看啊。办公室嘛，我觉得格局还行。再往前走两步啊。但是这装修的档次实在是太次了。哎，有有，您稍等。还有吗？有有有有，您要故宫都有。好好好好好。这脚上风水不错。月球也行。这门是干嘛的？刚好卡在这儿啊。哎哎，这挺好玩的。哎，走，哎，不行。这项目我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嚯，这大办公室啊！啊，呜，嘿！这边是简单了点啊，但是出门就是地铁，楼下就24小时超市。设施虽然少了点，但是都是全新的。以后公司发展壮大了，你们需要什么设施，跟我说一声。哎，一个子儿都不让你们动。哎呦，吴总，您这是雪中送炭啊！哎呦哎呦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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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哇，这么高级的电脑，我能用上？这不是做梦吧？怎么，他没在做梦？哎，把这合同签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啊！几台电脑算得了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合同看着有点问题？哟，有问题啊？哎，有问题你就提嘛，我回去让公司法务就给你修改了。只不过这一来二去，哎呦，时间就耽误了，进度也就慢了。万一新项目又出现什么资金的问题，到时候你们这儿的资金就……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有点别扭。没问题，能跟您合作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这就签。当老大的就是不一样，
说话爽快，做事爽快。得嘞，你们就抓紧时间工作吧。下个月啊，我有个朋友要来，抓紧时间找一个完整版的出来，到时候也好给人家展示一番嘛。哎，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这个朋友那可是投资界的大亨，如果他看上你们这项目，那就离纳斯达克上市不远了。哎呦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的。这话靠谱，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打扰你们干活了。哎，吴总，来呗。就凭哥们儿这项目啊，一年研发，两年上线，三年垄断市场，四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了啊！之前那片已经翻过去了，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以后哥们儿就是 IT 界的新贵，创业圈的宠儿，投资圈的精英。干活，不吹牛能死？我这连夜干活。怎么了？放心吧，大鱼，这个电脑比之前的快多了，肯定没问题。不是你把源代码还有数据库都拷进去了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把这个拷进去。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咱们纳斯达克上市的关键。欠我钱，我拿东西抵债，天经地义。至于你们几个呢，跟这些东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怎么样？张老板，什么？这就对了。拿东西，走人了。大宇，数据库源代码全在机器里，这咱们的命根子，怎么行？太悲了。喂，吴总，我是杨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关机了。咱们肯定让人醒悟都给骗了。完了，这家之前那些东西全没了。吴金。杨子，杨子，打他去！干什么？你冷静点儿！我告诉你，他们什么脑子？谢谢老板。东西可都在电脑里呢，跟你想的一模一样。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。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把他们吃的那么透吗？我给他们配几个好电脑，那不当宝似的，把所有资料拷里面啊。等我研究透了他们的源代码，这项目就是我的了。后生可畏，干杯！
呢？什么情况？我代码呢？为了预防万一，我让周岩把一个副计时装置提前植入到了系统。谁书记？什么？副计时？据说呢，在冷战期间，苏美两国都担心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而无法反击，所以在核弹里预置了一个副计时装置。那么正常的核弹是需要输入密码之后才会发射出去，而这种核弹是需要每隔一段期间输入密码来延迟发射。我用这种副计时程序外面包裹了一层病毒，专门植入到电脑里隐藏起来。平时靠输入密码来延迟病毒的发作，而他们拿走了电脑，没有人输入密码，那么这种副计时程序就会激活病毒，而这帮二货则什么都不知道。刚才还在啊，这是生意我可是完成了的。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于鹏业，于鹏业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大鱼，你真棒。老大，你又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老大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最核心的东西还在咱们手里呢，大不了咱们再找其他的投资嘛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人是见到了，而且对咱们的项目很感兴趣。真的？啊，但就是觉得太超前了。老大，你别气馁，听他那个意思，咱们这个项目还挺有前途的，只不过时机不太成熟。他说了，只要时机成熟，一定会跟咱们联系的。没事啊，算了，我也没那么脆弱。仔细想想，人家说的也有道理，光有投入没有收益，谁会投这样的项目啊？反正咱们也不能一直在天上飘着，也该脚踏实地了。走吧。世阳呢？哎，怎么了？白大鱼，系主任让你跟老大马上去他办公室，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怎么了？系主任找咱俩？原来是错误呀。刘老师。哦，两位进来。哎，坐。你们两位那么紧张干嘛？放松点，是好事。我问你们，杰肉公司知道吗？啊，做办公软件起家的外资 IT 巨头，简称 GY 那个，就是他们。杰肉公司这次从我们系定向招聘优秀毕业生，我把两位都推上去了。真的？老师，你太够意思了，老师。谢老师，你们别高兴太早了。这次杰洛公司只录用一个，究竟留得下，留不下，是谁留下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啊 ！GY 公司，哇，那么高大上的公司，我想都不敢想，真厉害，大宇。你也甭想了，我们俩就是面个试。再说了，只能选一个人，说不定一个都选不上呢。你们两个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一个都不要呢？哎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那要这么说，他跟老大就成了敌人了。喂，妈。哎，儿子，上次说的那个项目进展还顺利吗？哦，我那个项目暂时不做了。敌人个头啊！敌人，你可别这么想啊！不管我们俩谁进去了，对咱们四兄弟都是好事。嗯，大月，啊，我支持你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支持老大。啊？哎，咱们赌一把，敢不敢？赌你个头啊！你别在这给我挑事儿啊！我跟你说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，老三样啊！我马上就找到一份工作，是一家叫GY的公司。一个特有名的外企，找了家大公司啊！哎呀，好好好。
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准备明天公司面试材料了。给老大打个电话，赶紧别光顾吃。我打了，那不是不在服务区，要么就是占线。那你去接一下去啊！你赶紧去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。串刚上我，嘿，我得吃，要么凉了没法吃了。这我不能。可吃货，我是不是指望不上你了？等会儿我啊。你慢点啊！你们俩节奏慢点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好嘞。少喝点，等我们。哎。老师，我扶你起来。啊！放上。啊！搞赔付。这个区域的监控探头前两天刚换的，还没启用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是你打的120吗？啊，我打的。那这人是你撞的吗？这人怎么会是我撞的？我来的时候躺地上了。你看你满身酒气，骑着破车，那肯定是你撞的，你别想起来啊！不是怎么的，我喝酒我觉得撞人是不是？哎，我救人还有错了？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好了。你说人不是你撞的？不是我撞的呀。那有人能证明吗？如果说没有人能证明，那你只好跟我回交警队接受调查。凭什么呀？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！就你一个人在现场，我们总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吧。好了，你也不要着急，最多也就24小时。如果说半途当中老人醒了，说不是你撞的，我们可以立马放了你啊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听我说啊，明天早上我有个面试，特别重要。你这……那也没有办法，人不是他撞的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快说说怎么回事啊？你有证据啊？GY， 咱们俩谁拿下 GY， 都是胜利。加油，老大！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散了吧，回家去啊！等我回来。咱们执照办好事啊！地灵灵，好运快显灵！干什么呢？我是给你去去晦气。来，什么玩意儿？来，周岩啊！周岩让老师叫到了。啊，对，老大呢？听说老大被抓公司了。恭喜你啊，李腾飞，刚才接到 GY 公司的通知，你面试通过被录用了。我就知道你比那个于鹏越靠谱。那录用了一个开心才对。你们问他为啥呀？我哪敢问啊，回来连个绿脸似的这么长，怎么问啊？这老大
啊，你就别多想了。昨天晚上你又不在场，帮不上我又不是你的错。就是，哎，就算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帮不上忙啊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那老大爷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了点惊吓而已。醒了之后还帮我平反了呢，人家家属给我道歉了，警察叔叔还给我写了表扬信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次没赶上面试，我那就是天意。你什么你呀我呀的？我跟你说，昨天在交警队我就想明白了，这 GY 公司还真就得你去。你想啊，你看我就我这张嘴，我这臭脾气，跑到那么大的公司，我能待时间长了？你可不一样，咱们老大是什么人？在学生会历练了这么久，绝对能站得住脚，升职比谁都快。就是，到那个时候，资源多了，人脉广了，我们仨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干什么不行？就是。那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哼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VO 公司知道吗？也是做虚拟办公室项目的。之前我投过简历，人家特别看好我。我是这么打算的，我呢，先去VO公司探探路，虽然不比 GY 好，但是最起码我磨练几年，学到人家的长处。老大那个时候再多拉几个新的投资人进来，咱们几个继续实现咱们自己虚拟办公室的梦想。什么陈沪生、李京生、土豪、水豪的，我就不信他不给咱们投资，我就不信实现不了咱们的梦想。不用看了，咱们挑的是最好的。是吗？啊，我看这几个都还行。哎，这是他的合同，您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房子租的，就玩去吧。不是，怎么又涨价了？昨天还3200，今天就4000了，你们也太黑了吧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是房东涨价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昨天我就让你们签，你们非要回去考虑一晚上，这能赖谁？嗯，那大鱼，那咱们租还是不租啊？租，这房子早晚还得涨价。这房子我们租定了。进来，建成。嗯，您真厉害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这价格一涨反而签的人更多。这都是刚签的合同，少来拍马屁啊，我最烦的就是你这样啊。哎，回头告诉兄弟们啊，忙完这阵子我请大家吃饭啊。好，怎么回事？这都对的呀。什么对的？没有不对的呀。哎呦，你差点给我出了大乱子，知不知道？怎么了，店长？你忘了？你忘了高公子的事了吗？你们要是决定好了，就尽早过来，咱们交钱签约。不知道高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，您是不是到店里歇歇？你是店长啊？鄙人叶知秋，这是我的命令，请您多多关照。找你帮点忙。知秋定小犬马之后，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认识吗？有点印象。刚从你那儿出来吗？到你那儿租房去了？哦，我呢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让你帮我让他吃点苦头。您放心吧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包？哎呦，去去去去！神现在是不是在外头？在外头，把他关上，关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按我说的做。哎呦呦，厉害了！你手里有个大元宝，你马上就不会在这上班了。真的，相信我，绝对。你瞧瞧这大元宝。
太厉害！哎，哪位是于鹏月于先生啊？哎，我就是，你好。我是本店的店长。啊，家园274号楼的房子是您租的吗？对，没错，我租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租出去了。租出去啊？什么时候租的？租给谁了？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。不是你们，我合同都签完了，你现在跟我说租出去了？合同是吧？啊，我看看啊，合同。哦，对啊，这我签的字，是您是签过字了，可是我们还没有盖章，所以说呢，这合同就是一张废纸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哎，你们，行行行，大鱼，不是，咱们再看看别的房子。啊，对，你们再看看别的。这个呢，3400一个月的，啊，不好意思，租出去了。3800这个，也租出去了。行。这个呢，这个呢，啊，不好意思，都租出去了。有你们这么租房子的吗？你租出去，你挂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租房你们租过吗？啊，没有。你要租那个房子是吧？是啊。小李，哎，那个房。是吧？这，哎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们租就没有，他租就有，凭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啊？看不出来了，耍你们！哎，我跟你说，秃驴，你们干的可是服务行业，再这样，我向你们总部投诉你们啊！赶紧去，没人拦着你，看会不会有人答应。大鱼，这个无良中介。好像是高氏集团下属的企业，又是高佩夫，是高佩夫那猴子让你干的吗？这个你不用知道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！你跟谁说滚蛋？行行行行行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就不信兜里揣着钱，在这租不着房子。走，上别家看去。就是。哎，等等啊！忘了告诉你，现在所有的房屋中介手里都有一份黑名单。哎，知道什么叫黑名单吗？你于鹏月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走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租房子给你们。你别太欺负人啊！我警告你。欺负的就是你，怎么着啊？啊！你们这帮穷学生啊！你说谁穷学生？哎，你说谁呢？脾气挺暴啊！怎么了？啊，闹事要打架是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再动我试试，我就动你了，怎么着？啊，我动你怎么着？不是，不行，不行，都动了，动你！哎呀，动手啊！我碰瓷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动手是吗？来，哥几个上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不是不是，打架啊！哎，我们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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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别动，别动手，看别怎么着啊！你们来个擒贼先擒王，擒你个头啊！他们这么多人，咱们肯定吃亏。三人进去，走为上策。走！哦，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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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砸我的店，给我打！挂了，里边不是挺热闹的吗？不是，老大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明明不是我们的错，为什么我们要赔钱？我没有主动介绍条件。我就问你，你们仨动手没？没有。
警察说你第一个动的手。不接受调解，这事儿就得双方按打架斗殴算，都得拘留。人家是中介，人家怕什么呀？你们仨是学生，这要留下案底，别说毕业证了，找工作都难。老大，你别怪大伟跟杨子，他们也是为了保护。别说，保护。瞧你们那脸被打的。以后做什么事儿想想后果，一个冲动，一个幼稚，一个盲从。君子报仇，十年。你嘟囔什么呢？行了，老大，咱这篇翻过去了，走，咱洗个澡，去聚会去啊，然后咱们再去老四川那儿撸个串，开心啊。没事，就这么把人给我放了，花钱请你的法律顾问干什么用的？不好意思，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，恕我直言，您的所作所为可实在谈不上什么正义。我不正义，我行使我的权利天经地义。您口中的权利不过是利用规则中的一点漏洞，做点损人利己的事而已，和正义一点都不相干。王若雨，我看在校友的份上，我提携你，你竟然跟我过不去。行，明天你不用跟了，回办公室做你的实习生去。说到咱就多啊，你有我全都有啊，我全都有啊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！哎呦我哟，知道不？打我你！哎呀，大侠，哎，你滚！哎呀！二老师，二的好汉们，都回来了啊！大爷，找我们有事啊？我是没事儿，你们有事儿了，好好看看吧。就像是救助手啊，风风火火中救助啊，让我们清空宿舍，今天就搬走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还不都是你们自己惹的祸？本来你们就已经毕业了，学校好心让你们多住几天，你们倒好，在外面打架影响学校的声誉，现在让你们搬走。已经够对得起你们了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全都有啊。这姓叶的就都赔他钱了还来学校告状，可真够坏的。对不起啊老大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仨太冲动了。你看把你给连累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这么大了以后别老那么冲动。哎，对呀，啊，咱们就这么点行不行？老大呀已经托人帮咱们收拾一部分了，就在你睡觉的时候。听着没有，要不是老大的话，你以为卷个铺盖卷就能出来呀？这边翻过去了啊，翻过去了。那老大咱们今天住哪儿啊？要不这么的吧，先找个宾馆凑合一宿，明天白天再说，好吧？可是住宾馆，咱们有钱吗？赔完中介之后，剩下的钱，咱不吃饭用了吗？哎，我这只有一个存折，存的是定期，只能看取不出来。这兜里呢，比脸都干净。两块四，6.6。我这也没什么钱，那招待所也住不了啊。要不这样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让他给咱送钱去。别了，别让老人担心了。那要不然我管菲菲借点？拉倒，你管他借，他不光你要钱就不错了，你还管他借？这么的吧，我给学生会同学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送过来点。哎，可别啊，都这个点了，借钱肯定没戏。再说这种事让人知道多没面子。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倒想个办法呀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就不信了。跟我来。走。哎，再歇会儿呗。钱掉了。结伴去流浪，
肩上的行囊，有一点光，一点暖，一点感伤。谁不曾流浪，带勇气释怀，把受的伤留到以后，笑着和你讲。别沮丧，跌跌撞撞一起闯，就算依然梦落汤，不惜心中的渴望。别沮丧，忍痛也是种力量，收紧冷漠的眼光，更要拼出个模样，结伴去流浪，肩上的行囊，有一点光，一点暖，一点感伤。谁不曾流浪，带勇气释怀，把受的伤留到最后，笑着和你讲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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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沮丧，忍痛也是种力量，收起冷漠的眼光，更要拼出个模样，为梦想流浪，结伴去流浪。大约，你看什么呢？这雨后的城市多美啊！有这功夫啊，我还是想想咱们晚上睡哪儿吧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。哪儿啊？这儿啊。当然了，南北通透，经典两居，180度全景阳台，后现代简约布局，外加紧邻高端学府的绝版水景豪宅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啊，太阳能供暖啊，全天通风，上下水直流。哎呀，这样的房子还是您住吧，我可享受不起。要我说呀，现在有个地儿就不错了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。你要想享受，等咱几个以后真正干出一番事业，咱几个一起好好享受。真希望早点盼到这一天啊！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不出5年，绝对有机会。杨子，大鱼哥老大给咱们开了个好头，咱们也要加油啊！放心。周岩啊，我杨新伟是绝对不会给咱们2次2F4丢人的。就凭老大的远大抱负，凭大鱼的聪明才智，还有你的电脑神技，当然了，还有我一点小小的微薄的贡献。反正就凭咱们四个的实力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咱们能功成名就，飞黄腾达，当上总经理，平步青云，迎娶白富美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怎么回事？老大，老大，哎、你们上哪儿去啊？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，管子上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管子上有人，下，大爷救命啊！哎，你们去叫人啊！老大，老大。救命啊！大哥，谢谢你啊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还在你这住了一宿。嗨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。就是，我哥说了，都是北漂，得互相照顾。对。早干嘛去了？提交之前你不知道检查一下吗？啊，知不知道安全第一？好了，我就不送了。你们以后啊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还有就是要记住，安全第一。对，安全第一。谢谢你啊，大哥，走了，大哥，走了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他回来。
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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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，快走！我们这儿啊，没你们能租的房子。走就走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真是奇了怪了啊！你说怎么所有中介都说没房了？看来我是真见了中介黑名单了。不会吧？我以为这叶知秋就那么随口一说呢。你瞅瞅看咱们这几家，不是推三阻四就是借口没房，明摆着就不想租给咱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这歧视消费者，我得找他们说说理去。找谁说理去？他们就说自己房子租出去，你能怎么办？老大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要我说，暂时分开才是对每个人最有利的办法。别分开啊，这不是说好一块合租了吗？合租是省心，但主要是大家公司都不在一起。就算是现在勉强住在一起，以后也迟早要分开的。与其花两三个小时在通勤上，咱们倒不如在各自公司的附近租个单间。更何况我被叶知秋拉入了黑名单。老大说的挺对的。如果跟着我的话，肯定都得受连累。连累就连累呗，我就不信全北方市所有中介全让他收买了，逼急了我老子上工商上消协告他去。你喊谁呀？你喊什么喊？这事就是叶知秋一个人的问题，跟其他中介没关系。老大说的没错，各自租房是最好解决的办法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暂时分开是最好的办法。再说了，虽然咱哥几个不住一块了，但还是兄弟。人散了，心没散。可是大玉，我们都自己租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什么我怎么办？我有的是办法，你甭替我操心。走。他娘的，什么事儿？哥几个，咱就到这吧。白云，你到这租着房子，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。你们几个小心点，有钱别乱花，存着点啊。知道。能攒够200万，重启咱们的虚拟办公室。那我先走一步，保重。那我该走了啊，保重。行了，别破破烂烂的了，常联系啊。老大。大鱼，瑶子，大鱼，老大，瑶子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在哪儿呢？到了没有啊？不远了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哥，您这种人啊，我一看就俩字儿，特别的聪明。聪明？昨天我刚被黑中介给摆了一道，今天又被你给摆了一道。我要知道你是中介不是房主的话，我都不带来的。你不会是黑中介吧？瞧你说的，哥，我们是正规大公司。这是我名片。新来的，我就说您聪明吧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哥怎么称呼啊？高，高培富。啊，这个名字好。记住了啊，我说话说在前面，不见着房主我可不签约啊。放心吧，哥，房主就在前面。
这边，慢点啊。这儿。张阿姨，在家吗？张阿姨。看看啊，这些水呢，大家公用的啊。嗯，平时做饭啊，锅碗瓢盆，你看这些是不许动的啊，得自己买，自己买锅碗瓢盆。这些呢，都得放整齐一些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冰箱，你来。好，你们要看啊。这冰箱呢是公用的，做饭呢不能超过两个小时，不许用高压锅。嗯。不许用热水洗碗，那个是卫生间，这边啊。是盥洗室，还有浴室。平常呢，卫生都得自。这谁随便想？就是这是。让我逮着非罚款不可。还有啊，做饭不能超过两个小时。你看看啊，这些东西必须要摆放整齐，都得整整齐齐的放着，不能说这儿随便扔一个，那儿随便扔一个，是吧？我又捡到一。哎呦，我放您手里了，您看看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要是有事儿啊，赶紧上医院啊。你看这东西呢，都得摆好了。这锅呢、壶啊、什么碗呢，都得给人家摆放整齐了。你看看，调味料更得特别的注意，是不是？看这环境呢，你吃糖吗？啊，我不吃糖，粘牙。木糖醇，木糖醇，我来一块。嗯，哥啊，看怎么样？啊，挺好，挺好，就挺。那咱走啊。哎呀，走走走。张阿姨，您这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事儿啊，那就行。年轻人呢，都得说清楚点，不说清楚点啊。是。哎，哥，哎，来了来了。今天看房还算顺利啊，有什么事儿呢，您就打电话跟我说啊。我们这房子不愁租。对呀、啊，兄弟，中介费能便宜点儿。哎，哥，这个我说了不算啊，这都是公司的规定，一分都不能再少啊。哎呀，行吧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那这样，张阿姨，那我们先走了，麻烦您了啊。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好。慢走啊，张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送啊。什么？跳单了？租房那人名字叫什么？叫高培富。高培富？高培富是吧？是不是他？对对对，就是这高培富，他叫于鹏越，黑名单上排第一位的于鹏越。高培富是他同学，是我们高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太子爷。他脑子让驴踢了，会到咱们这来租房？勇子，哎，哥来了。怎么了，哥？你一会儿找几个人，去找那姓于那小子，让他怎么吃进去的，怎么给我吐出来。得了，我现在就安排去。你等等，那个房东是谁啊？那个标二宿舍的那个张老太太。张老太太。对。勇子啊，那个不用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姓于的啊，落在他手里也是个死。店长啊，不是，你看一下这个什么呀？有人从门口扔进来的，我不知道，没敢打开。谁扔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过去的人已经没影了。
你可以不仁，我不能不义，还你中介费。真见鬼了！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看到天。把他抱出来，你瞎溜达什么呢？你呢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兄弟，我正好在收拾储藏室呢。你是新来的吧？不要紧，待久了你就知道了。咱们这个房东啊，哼，要多吝啬就有多吝啬，人送外号“灭绝师太”，一到晚上九点就拉闸断电，说是什么哦，节约能源，这黑灯瞎火的。干活我容易吗？我，哎呦，这小心脏。给我吧，不用，别客气，邻居呢，别，哎，不是，这有什么？没事，有事您说话，我是邻居。哎呀，张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冒出现的呀？早啊！早什么早？这个给你。啥呀？租客守则。合同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回去好好看看啊！不这么多条吗？这个多了才清楚嘛。嗯，什么可以干，什么不能干，要干怎么干，不干怎么办，干了不该干，罚款怎么算？别怪我把丑话说前头啊！住在这儿就得遵守这上边的规矩啊！哦，还有更重要的一条。不许在楼道里大声喧哗，制造噪音，知道吧？啥呀？这比马关条约还不平等？我说，啊，谁钥匙丢了？哎，大哥，是不是你钥匙？谁钥匙？哎呦！张阿姨，我早晚得被你吓死我！刚说完你就忘了。违反租客守则第四款第三条第二段第一点，噪音超过60分贝，初犯，
扣除租客押金的5%。我咋的了？哎，以后记着，捡到东西直接送我那屋去，别在这乱喊乱叫。